请陈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敏硕，我觉得你的转音跟你的切分，你两次凹下去的那个榴莲都一样凹，然后你两次在那个脸那边也是一样切，所以你其实跟乐队跟得非常的紧。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今天乐队老师很棒，因为把这首歌改编成乡村，让你的表现又更贴近，像一个小牛仔一样。我觉得这首歌的表演跟你的精准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么钉金的能力，可以每首歌都像上次也是这次也是每首歌都练习到这么精准。但从这当中我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其实练习歌曲是不是也有一些压力？嗯，对，要赶快练赶快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练完之后啊，上台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候了，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。所以我希望看到你多一点笑容，尤其这首歌可以一边唱一边笑，这样会更加分，好吗？而且你自己也会更开心。好，加油，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明硕真的是到第七关之后就比较少笑了哈，越来越接近，对不对？有点压力，有压力哦。你有压力哦？没有。那要紧呐，那要紧啊。没关系啦，有压力 啊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开着车，开到阿里山，到山已经买死归回，刚才塞车，还没有啦，也是叫你爸爸给宰了。哈哈，敏硕，老师，我听你唱这首歌，有一种很感动，就突然觉得哦，哇，一个小孩很温柔的来告诉我们一些大人一些道理啊，比如说，就是这个歌只要你唱到的五 M 八 M， 就是。这个歌一进来就会让我觉得，以前听这个歌的时候都没有那么注意他每一句要唱什么嘞。我是第一次很仔细听这首歌，哎，是因为你很认真的、很温柔的把这个道理唱给我们听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道理我现在终于听得下去了，很厉害啊！今天给你很好的分数，谢老师，嗯。